该不会是理化课的时候遇到的吧？有一个看起来 gay 的，每次都穿蕾丝内裤在那边上课。理化讲堂一打开哦，朱老师。哎，朱老师乳头是粉红色的。朱老师乳头是鲜红色，他是流血吧？是被他男朋友咬爆、哦？因为朱老师之前扮疯狂假面的时候露出来过。朱老师前一阵子一直约我去游泳，哎，他到底想对我做什么？我不会游泳啊。然后朱老师一直说我可以教你。朱老师他们班的学生不是女生比较多吗？男生都出事了，男生就补一阵子之后，妈妈我屁股真的撑不住，妈妈帮我停掉，都这个下场。你跟他约在你家的浴室嗨哦，就是想独占他。就朱老师一堆有没有比较好？有没有比较舒服？你就比较不会分心啊？就哎呦，朱老师是我的。你妈会送水果进来吗？啊，你爸爸会在泡面弹钢琴唱菊花台吗？你妹差啊，他们下课像你阿公啊。你上朱老师的课会这样子就赶他下课吗？一对一你赶，一对你会？你会一对一教到一半，老师快点，人家受不了，我们赶紧去厕所好不好？快点，你快点呐、啊！老师说好了，小调皮。